今年非常的知足，终于把《仙人们请离政》这个剧就是完成了。对，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就是进入后期的阶段啊。在南京拍戏嘛，收工特晚，12点凌晨1点。所以不管收工多晚，就还是要坚持去练一下。对，就坚持一下呗。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拍那《仙人们请离政》的时候。嗯， 我们第一天开机，第一天我拍了23个小时，然后所有的演员说，你让我们的压力太大了，要给我们打个样吗？<笑>咱们这次真的很辛苦。那段时间也不觉得累，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。这段时间就定期去机房看片子，因为你要对整个的片子、整个的风格拍摄啊，质感去有一个把控啊。 就希望它是一个，就有一个最好的效果吧。你是导演吗，胖哥？出品人。啊，